嘿，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二号。那么昨天啊，有人传 build 的剧本给我，那我看了一下，我觉得 build 的可以，因为就是角色尽量有就可以拿出来啦。那我这边给你们个，就是我的自己的打法，就我一 P 的时候，我会先去卡上面的恶魔，这样我二 P 的，就是我第二只恶魔压力就不会这么大。然后道具记得买好买满哦，就是因为。角色嘛，就是可能会比较缺，那你的肌肉伤害就会少一点。那铁龙跟 build 的果实就打好，那尤其是 build 的果实记得打高一点啊，不然你可能秒不掉王，不然就是会秒的时候可能会剩很多血，就很危险哦。对，那有路凯的话就把迦南换掉，然后好友选安顿最好，不要选油针哦，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个 build 可以秒王了，就不会去考虑油针了。好，进行下一版。那为什么要选路凯呢？原因是因为 build 的 SS 哦，它是必定打左边。那如果试完营的落点没有在左边的话，你基本上你就直接重打，你就是不用想，因为你秒不掉，你就要直接重打。好 ，B2 呢这边就是你可以看一下我这个路径哦，就迦南基本上都卡得死。那如果你怕担心伤害不够，就是上个文章最安全。那我这边上文章都上比较烂的，就是。大概就是不是上对光级啊，就上对光上，门槛会少很多。然后呢，这边就是我在想啊，我这边在想我不能动到铁龙的位置，因为我觉得铁龙位置挺好的，然后这样推也可以啦，就位置也不错，而且 build 刚好也晒到一点弱点伤害。那铁龙有那个灭龙魔导士哦，所以打提风是有杀手的。只是你用铁龙的时候，我建议你上个文章，不然你绝对没办法二出杀掉提风。就你可能会惨一那一咪咪啊，你就很干，像现在这样有上文章就打死了，啊没上文章就你看这样就要多花一回合，对。然后硬邦邦哦，注意哦，如果秘鲁斗的位置在硬邦邦旁边，就尽量把它弄掉吧，不然你被延迟到你会很痛苦。就是你的你要多花几回合去写 SS 就会很危险。那能存就存啦、啊，就是能存就存，能弹就弹。但要注意哦，就是可以弹再弹啊，不要乱弹。好，那这边我在想，我这边就在弹那个 SS， 因为我想说 build 已经收得掉。对，我只怕等下 build 轮廓搞我，希望不要搞我。那我这边就选很单纯的选择用，就是下去啊，我就没有去上面撞球三出了，因为我想说这个应该过了，就不用乱弄了，就怕。轮廓跑掉啊，变机伤害不够啊，就安全一点吧。好，第三版呢，一律建议哦，先杀恶魔，不管怎样就是先杀，不管怎样就是先杀天使啊，绝对是先杀天使。你有带暗盾啊，所以你打恶魔这边压力不会很大。然后呢，因为你有带暗盾嘛，然后暗盾理论上应该都选最强的暗盾嘛，就是什么对光级、对落级什么的，这边就是这样打。就是会还不错啦，就是水平，然后压力也不会太大。只是这边刚好比较塞，因为我捡到一把剑，所以刚好就杀掉了。只是我原本想在这边多洗一轮的，啊，没办法洗，那没关系，我们还是可以打。好，那这边呢就是28000万哦，就是王一的血量啊。我这边建议你们尽量消到剩6亿吧。欸不对不对，尽量消到剩7亿左右，就大概王的30-40%吧。能消你能消的极限一点是最好的，那尽量就是消越多越好。那我们这边其实不用没有，就是反提风即使前你要杀掉就好，没有压力那么大，因为我们要靠比鲁斗跳血。然后这边有哥吉尔的话，你就直接开 SS， 就是不要省，直接开了。好，这边运气不错、哦。好，这边运气没有很好，又他又更新了，所以我要多花一回合。所以哥吉尔可能要上文章吧，如果真的没脚就是上文章，反正把你一切能用的资源都用。好，这边就比较可惜了，这边我就没有要用卡的，这边我想说我看能不能多做一点试玩营，反正提风应该杀得死了。好，这边呢我的血量根本没消到多少，我这边只能。尽量靠迦南的，然后三处，希望落点在右边。啊，太好了，落点在右边。那这边呢，就是用小鸡三处，啊，勉强消一点血，还行啦，消了1亿多。那这样玩大概还有40几%吧，快50%的血量哦。
然后这边呢，刚好你落点一定要在左边，你没有在左边，你就是直接跳，你就重打。所以我才说迦南要换路凯，有路凯的话绝对换。然后这边呢很衰，我这边没有站到最左边的硬邦邦，所以伤害会差非常多。你可以看一下，如果有五处伤害，应该六七跑不掉吧？这边打的很少，打的越少，你玩二就越轻松啊。理论上不应该有玩二的。好，那这边呢危险了，而且剩一吧，哎，这也没办法。那我们只能先一样先杀小天使啊，因为快赢了。然后我的一级是有 SS 的，所以我也只能先打稳一点。然后呢，因为他是用王三的血量下去算，所以没有落点，压力会很大哦。因为你跳过王二了嘛。好，那这边就取决于你的卡点技巧哦，就是看你怎么打啦。这边就没有绝对，就是尽量选你觉得最能输出最多伤害。因为我没有五回合，所以压力也没那么大。好，那这边运气不错，刚好卡了快，刚好卡了快一亿啊。好，卡了一亿，太好了。那这样胜利就在眼前。理论上不会打得那么辛苦，因为那是因为我只有四处啊，所以如果你们自己碰到，你们再自己解决吧。那这边就是刚想说，刚好如果你们秒不死，可以给你们一个参考啦，你们看一下我怎么打解决掉这个问题的。好，那这边我会选择上还是下，我有点忘记了啊，不对，这边回来了，这边就麻烦了，这边算是小尴尬啦。我这边在想，我要冒风险吗？还是啊，我这边怂了。我想说我怕我踩到暴毙啊，我就不如乖乖的那个吧，就是回个血，不要死掉最好。反正我们有两回合。好，这边有卡到吗？哥吉尔有没有卡到？啊，没有，没有，一下都没打到，完蛋了，要出事了。啊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一级师上面有一个鞋子，所以也不用担心啊。如果你比较老的话，你可以选择去三处哦。这边比较怂啊，我这边走二处。好，十十十啊，太好了。好，那以上是 build 的剧本哦。理论上不会打那么久啦，就是连王一跳最多血，跳越多血越好。那谢谢各位观看哦。